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迪丽热巴早晨出发录制花少舞，黑框眼镜加冷帽，酷劲十足。9月19日清晨，迪丽热巴现身北京机场，准备启程前往录制最新一季的花儿与少年舞。一向以美貌著称的热巴，这次素颜亮相，戴着冷帽和黑框眼镜，一身中性风工装酷打扮，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帅气魅力。在机场，迪丽热巴穿着一件简约的白色 T 恤，搭配一条深蓝色的工装裤，展现出修长纤细的身段。她将一头长发随意地扎在脑后，戴着一顶黑色冷帽，加上一副黑框眼镜，整体造型十分低调。虽然热巴已素颜示人，但她的皮肤状态依然完美无瑕，精致的五官在口罩的遮掩下依然散发出迷人的魅力。在机场，迪丽热巴不时地扶一下眼镜框，举手投足之间都散发着一股洒脱不羁的气质。她的工装裤造型更是将她的帅气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又 A 又飒，让人无法移开目光。不仅如此，迪丽热巴还展现出了自己窈窕修长的身段，小蛮腰吸睛，让人羡慕不已。除了造型抢眼，迪丽热巴的素颜状态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。不少网友表示，热巴的素颜简直超能打，与红毯上的华丽造型相比，这次机场的私服风格形成了强烈的反差，展现出了迪丽热巴不同以往的一面，酷劲十足。据悉，迪丽热巴此次出行是为了录制热门综艺《花儿与少年舞》。《花儿与少年》是一档明星姐弟自助旅行的真人秀节目，自开播以来就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，每季都会邀请不同的明星嘉宾共同度过一段难忘的旅行。此前，节目组已经公布了第五季的嘉宾阵容，除了迪丽热巴外，还有杨幂、张凯丽、刘敏涛、赵今麦、丁程鑫等知名艺人。随着《花儿与少年舞》的录制开始，网友们对于节目的期待也越来越高。在这个节目中，嘉宾们将离开熟悉的生活圈，共同面对旅途中的挑战，展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。相信迪丽热巴在节目中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，让观众看到她不同于舞台上的独特魅力。总的来说，迪丽热巴此次素颜亮相机场，黑框眼镜搭冷帽的造型引起了不小的关注。她与《花儿与少年舞》的其他嘉宾们将共同度过一段难忘的旅行，让观众期待不已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我们需要这样的综艺节目来放松心情，感受生活的美好。看到迪丽热巴如此帅气又稳居 C 位的模样，你是否期待迪丽热巴在《花儿与少年舞》中的表现呢？让我们一起期待《花儿与少年舞》的播出，期待迪丽热巴在节目中的精彩表现吧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，再见。